怎么了？木箱被移动了，刚刚路明明被堵住的。意思是除了我们这还有人？难道是幽灵？你的同学也在的吧？啊，对吼，那可能是冈部或小三女搬动的。不是成年男子应该搬不动那么重的箱子的。再想也没用，继续走吧。好淡定，淡定的有点夸张。手术室上锁。我忘了尖叫小屋了。那个叫声超可爱的。这里是……哦，多了一个新的病房，这应该也是会客室之类的吧？应该啊，谁知道？好，上去吧。手术室，这里调查看看。等等，别突然那么大声好吗？啊，对不起，不是啦，不要进去里面，我有种讨厌的预感。搞什么？不是的，拜托，相信我。是你想多了吧？走喽。等一。看来什么也没有啊。好像是呢，刚刚才可能是我的错觉吧。那我们赶紧去调查别的房。突然间就发生了，无论是刺穿风骨脖子里的东西，还是溅在我身上的液体，我都已经无法理解那些是什么了。美术刀，不对，是手术刀。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落到了风骨那因恐惧而扭曲的脸上。就在那一瞬间，刺穿风骨脖子的手术刀嗤的一声硬生生拔了出来。风骨口中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吐出粘稠的黑红色液体倒在了地上。我看着他，觉得十分陌生。该应该是十分恐惧吧，怎么会十分陌生呢？一个男人握着沾满风骨鲜血的手术刀在看着我。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察觉到这一点的瞬间，胸口传来一阵刺痛，我还来不及确认那是什么，便倒卧在地。我的意识逐渐模糊，最后映入眼中的是幽怨的盯着我，风骨那空洞的双眸。N1 不信，哇，不信邪的下场，这告诉我们人要信邪啊。对，要相信怪力乱神的东西啊。好啊，相信了，那就不进去了，万一遇到什么事也麻烦。好啦好啦好啦，餐厅上锁。这里那是人吗？是慰问品吧？数量真多啊，这住院这住院患者受大家敬仰了。很漂亮，可好奇怪，竟然没枯萎吗？奇怪的房间，简直像是时间停止一样。成就了布偶，不知道妈妈能不能快点好起来。痛苦，好痛苦，让解脱老公。这幽灵好像痛苦的样子呢。即使如此，我们也什么都不能做。快走吧！不然你不是要拍照吗？你不是要拍照吗？而且你们看到幽灵为什么会那么冷静啊？亲也就算了啦。那个小光，你在冷静个什么劲啊？我觉得你的冷静也是很不科学的事情。女性和儿童尺寸的衣服，两人住的嘛。怎么了？有你喜欢内衣吗？医院明明荒废那么久。这房间衣服不，这整间房间却保持干干净净，简直就像是只有这房间的时间停止一样。可能还有其他像这种不可思议的病房吧。OK，
那接下来，病房钥匙。哦，那谁啊？昌普，旁边的孩子是穿着病患衣，是这里的住院患者吗？但这里已经废弃，也就是说，这男孩子是刚才的大哥哥吗？哟呵，你谁啊？我才要问你吧。那这孩子不是幽灵吗？原来进入他比较好啊。没攻击我们就不要紧了吧？好像还有理智。问题在这吗？胆小鬼。哇，好多人哦！要做自我介绍吗？是自我介绍吧？还有什么？啊，刚刚说什么？我没看清楚。哼，我没有打算和你们打交道，滚一边去吧。昌普，我呢，就是昌普哦。这话刚才听过了。这位是了，看书又知识渊博的大哥哥哦。喂，大哥哥，你们总是在一起，你们是朋友吗？不是。虽然是事实，但很伤人啊。是吗？那你们做朋友嘛？虽然昌普一直待在医院里不是很明白，但有了朋友会很快乐，是一件好事啊。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一起吵架，再一起和好，一起互相帮助，真好呢，好像很好玩。也是了，哦。昌普也想要朋友。大哥哥，你们做昌普的朋友吗？为什么？等一下，这时候应该坦率说好啊才对吧？我叫风谷光，然后这位是谁呢？竟然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一起行动，你是白痴吗？这就是有原因的啦。月宫星野。哇，请多多指教，星野哥哥、小光哥哥。那么，昌普要去小林那边了。小林，还有这间医院的人吗？一楼有个上锁的房间吧。小林的房间在那里，别挂我这里了。谢谢。又重演了吗？又重演了。你觉得我会乖乖听你的话吗？根本没衣服，外出也是同样打扮吗？因为我没有什么机会出门啊。全部都是同样花色的内衣裤，我觉得有点那个。要你管。但丁的神曲嘛，入此门者秉扬弃一切的希望吧，真的很有名的。但也有人说神曲是但丁的复仇日记。是啊，因为他在作品中毫不留情的把贬低自己的同伙和政敌推入地狱。你真清楚啊。我很喜欢看书，小鸟也喜欢吗？还好，神曲哦，还真没看过哎。安徒生童话全规规矩矩的排列着。说到人鱼公主、拇指姑娘、红舞鞋，就会想到安徒生了。一生贯彻处男之道的人吗？我不想了解这种知识。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会处男之道？那是什么？什么意思？安徒生该不会没有结婚吧？坐在五彩神座上的阿芙罗黛蒂，我向您祈求，相当热情的爱情诗呢。古希腊诗人沙弗的诗呢？怎么了，小鸟？你有喜欢的人吗？要对人家温柔一些才行哦。担心别人之前，先担心自己吧，笨蛋。啊，女生也有挑人的权利啊。你的话，要得到阿芙罗黛蒂的加持啊，看来难上加难了。喂，你什么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医院废弃医院有花，而且竟然没有枯萎。我们已经看到幻觉了吗？哦，充满神秘之美，这谁啊？罗莎莉亚教的信仰对象，悲怨的贤者罗莎莉亚。等一下，罗莎莉亚不是在那个爱着大家的圣母玛利亚那里面出现的吗？罗莎莉亚，以等价的交换方式帮人实现愿望的贤者，因为是国外的宗教，在日本可能没多少人知道。我知道，我不是在日本，可是我却知道，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也玩过《爱着大家圣母玛利亚》。悲怨吗？你曾经有过想实现愿望吗？还好，我对这宗教的活动本身没有兴趣，只是在意有关这宗教的人物和历史，跑去调查而已。
快滚出去，不要再来了。所以他这个其实是还是多少跟爱着大家圣母玛利亚有点相关联就对了，可能就稍微关联一点点这样子，稍微提到的。咦，为什么这里有报纸？在圈圈市、圈圈县、圈圈市的春之丘医院，发生了护士害死病患的案件。据搜查相关人士表示，说嫌疑犯叉叉叉叉护士意图弄错叉叉，并把它插了进去，导致叉叉患者丧命。虽然犯案动机尚在调查中，但嫌疑犯却从医院的叉叉上跳楼叉叉。现在仍持续询问春之丘医院的职员和院长，是这间医院发生过的案件是报道，最后医院废弃了，回顾的感觉不舒服呢。这是新闻报道，几乎没办法看呢。前几日发生过护士意图杀害病患之案件的春之丘医院再次发生害死病患的案件。哦，嫌疑犯一叉叉叉用叉叉叉一举杀害了叉叉叉叉叉病患，并且紧接在后有叉叉嫌疑的同院护士叉叉叉小姐，也是在搜索嫌疑犯的过程中，被发现什么鱼叉叉沉尸吗？死鱼叉叉的研判室叉叉，犯案的动机持续调查中，好多叉叉，应该很多地方都其实都模糊掉了。好了，走了，上锁。资料管理室上锁了，院长室上锁了，这边都上锁，所以我们要去小林打针。扎针的时间到了，我正要讲去小林那边，然后他就这个感觉就。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谁晓得？我你个大西瓜，那个感觉就很恐怖哎。他身上有着让人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这应该是刚刚提到护士把什么插入什么的那个，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哪里啊？这里吗？奇怪，刚才有这些血吗？是没有。怎么说？有种相当不好的预感。小鸟说的恐怕就是这房间，进去吧。等一下，喂，等一下。Holy crap！ 这病房怎么回事啊？里面有人。那不是人啊，那很明显都不是人啊，你要不要考虑拍个照片？日记被血用脏了，无法阅读。挂着衣柜里披挂着内脏和体液弄脏的衣服，没什么特别的。这人的神经有多大条啊？我也想知道啊，好可怕的家伙，好脏，完全看不出什么书了。这个比较正常一点。那个很明显都不是啦，抽屉 发出恶臭，打不开，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打不开真是太好了。里面血淋淋一片，分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别打开啊，笨蛋！对啊，我记得小窗户 ，OK。我们要跟这个妹妹讲话。一具少女的遗体，她的脸充满恐惧与痛苦，并扭曲着。死掉了？没有外伤，是被下毒的吗？快点出去吧！这间医院总感觉很诡异啊。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快点啊！仓普。啊，仓普，啊，是大哥哥你们，仓普不能进去这，哎呀呀，又死人了，什么？放心，他应该已经起死回生了，
大哥哥你们来的时机不太好呢。起死回生，时机不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再进去一次看看吧。你开玩笑的吧？我进去。真的是，哦，他复活了。奇怪，病房变变干净了。中学生，高中生。哦，什么嘛？你们谁？怎么擅进去淑女的房间啊？你刚才不是死了吗？啊，你脑子长蛆了吗？还是秀逗啦？我要叫护士哦。说什么？这小鬼怎么搞的？不要吵架啦，小林，这两位是星野哥哥和小光哥哥，然后这个女孩子是姬川里妹妹哦。我没打算和你们打交道。是啊，我也没差。比起这个，你知道离开医院的方法吗？除了玄关以外。我哪知啊，就算知道也不跟你讲啊。奇怪，仓浦呢？可能又瞎晃到哪里去了吧？你也不需要这么说的吧？我才不知道嘞，那种被父母宠坏的臭小鬼。至少自我介绍和打招呼这部分，他做得比你好。你说什么？喂，等等，月光，我懂你的心情，但不要太煽风点火了。再去一次小鸟的病房吧。既然他是这间医院的病患，那应该会知道些什么？不对，应该说曾经是病患吧。